大家喜欢听相声，都爱听相声，因为相声这个艺术形式有一个特点啊。有什么特点呢？可以使大家发笑。对，能够使人发笑。哎，发笑这个词别误会啊。嗯，我说的就是乐的意思。哦，可并不是一听了相声就起什么化学作用。那哪能啊，它主要就是逗乐嘛。哎，这一乐对人身体健康大有好处。哦，这个乐对人身体有什么好处呢？卫生家说过嘛，一个人一天要大笑三次，可以使你的生命延长时间。哦，一个人要是总苦闷，就容易衰老。是啊，中医学者还有个说法。中医又怎么说的呢？中医说呀，人不要常看病。怎么样呢？最好是多听相声。多听相声。他听相声哈哈一乐，可以清气上升，浊气下降，食归大肠，水归膀胱，消化失水，不生灾病。妙难尽数，用当通神，请常试之，方知余言不谬也。嘿，还有这么多的说辞啊。一般人还有个说法。哦，一般人是怎么说的呀？笑一笑少一少，愁一愁白了头。这话是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说呀，人这么一乐就可以年轻一点。哎，一发愁就会老一点。哦，常发愁头发就白了。是啊，要不怎么你看有那个很年轻的人头发就白了，那怎么回事？那是少白头啊。那是不常听相声啊。所以说笑一笑少一少，愁一愁白了头啊。不，我听人说是笑一笑十年少，愁一愁白了头啊，还有期限呢。一乐就能年轻十岁。哦，你这是定期的。哎，我这是活期的。好嘛，我们俩叫存款的事儿。你说人一乐就年轻十岁啊？对啊，你这个理论不可靠。怎么呢？那谁还敢听相声啊？就拿你说吧，你今年多大岁数？57岁。你来这儿听相声乐三回呢，就变成27岁的小伙子了。哦，变成大小伙子了。那可不，乐一回就年轻十岁呀。哎，那剩27了。你再乐一回，那就剩17了。又乐一回，剩7岁了。再说什么你也不敢乐了。为什么呀？你不够一回了。哎，我不够一回了都。你再乐危险就太大了。怎么？你再哈哈一乐，怎么样？没了，没了。我挺大的人能没了吗？人不能没年龄，没有了。哦，成出生小孩了。来的时候骑车子来的。骑车来的。走的时候让保育员抱走就行了。哎呦，照你这么说，哪个剧场也不能演相声。怎么了？演完了相声剧场转业改托儿所了。能有这事儿吗？您说，我们这是啊，用医学的角度啊，来研究这个笑的作用。哎，这个乐对人呐，确实有好处嘛。哎，你现在最近几年吧，啊，外国才研究这个笑的问题。把这个笑当作一种理疗。哦，治疗病症。其实我们中国发现的最早。就是嘛。啊，哎，就我们这段相声，就是50几年编的。这是很早以前的。这句谚语啊，大概没我的时候就有。你老早时候就有了。笑一笑少一少。对对对。确实啊，啊，您慢性病啊，您让他心情舒畅，总是愉快的高兴，他病就好得快。哦，痊愈得快。急性病不行。急性病怎么不行？该吃药还得吃药，该打针还得打针。哦，是啊，刚做完手术你还别听。哦，不能听。你刚缝好了，你这你听相声哈哈一乐，啪，开线了。哦，那还缝二回去吧？那就就是嘛。哦，对对对，将来作为理疗是可以的。是啊，哎，医院里有内科、外科、妇产科、小儿科，将来增加相声科。哇，相声也算一科呀。每一个医院派去2个相声演员就够了。这可不行，担负这课困难啊。每一个医院派去2个相声演员，我没那么多演员，不够分配的。那也不要紧。那怎么办？将来把医生护士都组织起来，
那干嘛呀？学相声啊，让人家大夫学相声、啊、相声演员也学医嘛，他这就结合起来了。那怎么能结合呀？嗯，相声演员学医没有基础不行。我就不行啊。你不行，有行的。那谁行啊？我哦哦，这么说你懂医学？侯大夫吗？呀，说了半天话我还没注意，这位是侯大夫啊。啊、哦，您研究的是内科呀是外科呢？是全科。哎，什么叫全科呀？内外科全行。你最有把握的是哪科呀？外科好一点。外科那就不简单了。嗯，外科讲究动手术开刀，那您行吗？开刀拉啊？那个、那咱们下次去手。行，别说你要长疖子长疮，你甭找别人，我甭上医院。我找谁？找我行。我找你，只要你豁得出去，哎，我就敢干。嗯，我不敢干。什么？我得豁出死去找你治啊。哪是那么大危险呢？你说让我豁得出去吗？你得豁出去疼啊。疼还行啊，那你的医术就不高明了，讲究动手术让患者不受痛苦吗？那不在医生的手术好坏，那这在什么呀？实行麻醉。哦，用麻药。哎，啊，这倒是对，我给你实行麻醉，他开刀也就不疼，也没痛苦了。你要是胸部手术吧，这得是全身麻醉。哦，全身麻醉。哎，一般用笑气乙醚。嗯嗯，对，说英语就是一字隔了方。哎，对对对。嗯、啊，你要是下半身的手术，那是用半身麻醉。哦，半身麻醉。哎，也叫腰麻鞍麻。对对对啊、嗯、你这长疖子长疮呢，就省事、啊、简单了，用局部麻醉。局部麻醉就这一块，就这一点。哎，一般用普罗卡因。哦，给你打两 cc 普罗卡因。嗯，闻闻不疼了。嗯，拉开，是脏的东西取出去。哎，洗干净了啊，上点药粉就得。上点什么药呢？消炎粉呢、啊、消炎粉啊，说英语叫 sulfanilamide powder。 哎，行，纱布药棉一撒，一个礼拜、嗯、好了。啊，咬两下子你。哎，你可别感染啊。哦，不能发炎呢。要发炎还得注射。哟，那还得打针呢。打针也行。打针的也行。皮下肌肉动脉静脉等等吧。哦，静脉也行吗？那算什么呀？啊，我这打针可有把握。是啊，我使那针管都这么长，这么粗，装500瓦药水。哎，你等会儿啊，这么长这么粗，装多少瓦？500，500瓦药水打到身上，那人受得了吗？啊，你说人呢？啊，那你误会了，我是兽医。